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那么今天要来玩的是转身史莱姆魔王翼龙的坚果贪婪。那么今天呢，它更新了穿着苍蝇吗？对，苍蝇衣服的红丸呢、啊？那么其实还挺好看的，因为它的衣服的颜色很配它的那个黑烟。哎，第一个石头红色，第一个石头就红色了。好的，开始。有红色就代表有五星或者是级，上次还蛮欧的，就是两只都抽到，那么这次看能不能抽到啦，看是不是啦。这一次哎来了，是啥？那是红丸的老婆阿尔密斯，阿尔密斯是红丸的老婆，不是吧？就阿尔密斯哦。嗯，看来好像只有阿尔密斯，这样跳过了。那我操，两只阿尔密斯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几率哦？两只阿尔密斯，哎，我操。算欧吗？虽然是歪了，但是这个几率是很欧一下的，超级欧的感觉。第二个石头，哇，蓝蓝就应该是没了。真的是没了，哎，第三个石抽，不会把第一个石抽的运气就把全部运气用完了吧？别啊，第三个石抽，哦，是黄昏，转红，啊，没有。以往的经历来说呢，这个黄昏呢，虽然是黄昏，但是。但是转财的几率有一点低呀、啊。哦呦喂！哦 ，nice！ 拜托别歪了，求你别歪了，求你别歪了，求求你别歪了。是哦，来了！哇，暴风龙，这个很久以前的啦，是吗？是很久以前那一只吧？啊，对，果然，这个是。这个是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是好像是这个游戏的第二代哦，还有一个是吗？苍蝇的替身啊，果然是 ，yes， 中了，上次哦，这次更欧哎，上次至少划了60抽，这次划了一半，划了一半就中了 ，nice， 其实这次的。红丸说真的有点帅，因为很配他的那个黑烟呐、啊。如果是他的头发呢，就无视吧。但是说真的，还是挺帅的，穿件衣服。那好啦，这次也是挺欧的，最近感觉找回那种感觉了。好啦，感谢你们收看到最后，记得点赞、订阅跟分享。这是 B 站的话，点个3连关注我。那么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